新移民在 Oakville 生活、工作和社区前面分析。 Oakville 是一座位于安大略湖畔的迷人小镇，以其优雅的生活方式和高质量的居住环境吸引着众多新移民。让我们来深入了解 Oakville 是否适合新移民安家吧。首先， Oakville 拥有宜人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绿地，这里的公园和步行道为居民提供了休闲和放松的完美场所。对于喜欢安静、亲近自然的新移民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。教育方面， Oakville 以其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出名，这里有多所评价很高的公立和私立学校，非常适合有孩子的家庭。注重子女教育的新移民家庭会发现Oakville 提供了一个有利于孩子成长和学习的环境，生活便利性也是 Oakville 的一大优势。虽然是一个相对宁静的小镇，但这里拥有完善的购物、餐饮和娱乐设施，从大型购物中心到独特的小店，应有尽有。此外， Oakville 距离多伦多不远，方便通勤者前往大都市工作或享受城市的生活。社区方面， Oakville 以其友好和包容的社区闻名，这里有各种文化活动和社区组织，非常适合那些希望积极融入当地生活的新移民。